乔尔·恩比德在联盟第一中锋的评选中已经跟唐斯、约基奇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。各大媒体力捧的第一中锋不一样，不过恩比德依旧是这三人中呼声最高的。德马库斯·考辛斯因为受伤已经逐渐被美联看衰，恩比德成为第一中锋的时代即将到来。他跟唐斯、约基奇差距最大的地方在于防守。上赛季他防守效率高达100，入选最佳二防，而唐斯、约基奇的防守在中锋位置上是处于联盟下游的水准。大帝就是如此的出色，即将恩比德攻守兼备，那难免会跟名宿中锋进行对比。奥尼尔与奥拉朱旺就是恩比德追赶对比的对象。24岁的恩比德，24岁的奥尼尔，24岁的奥拉朱旺，究竟孰强孰弱呢？恩比德能在同期超越这两位 NBA 传奇中锋吗？24岁的恩比德因为伤病四个赛季一共就打了94场比赛，但就算是这样，他的天赋还是让费城给他5年 1.46 亿的顶薪合同。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带队杀入了季后赛，还是东部第三52胜。下面我们就用24岁恩比德、奥尼尔、奥拉朱旺的数据与荣誉来进行详细对比。采用常规赛与季后赛荣誉三点来分析。常规赛数据对比，恩比德 22.9 分 ,11 篮板 ,3.2 助攻 ,0.6 抢断 ,1.8 盖帽，命中率 48.3%, 三分命中率 30.8%, 防守效率 100, 奥尼尔 26.6 分 ,11 篮板 ,2.9 助攻 ,0.6 抢断 ,2.1 盖帽，命中率 57.3%, 防守效率 103, 奥拉朱旺 23.4 分 11.4 篮板 2.9 助攻 1.9 抢断 3.4 盖帽，命中率 50.8%, 防守效率 99, 奥尼尔在得分命中率上第一，盖帽第二，防守效率最差，大梦篮板抢断盖帽防守效率都是最高，而恩比德只要助攻最高。所以常规赛数据24岁的奥拉朱旺 GT, 奥尼尔 GT, 恩比德，季后赛数据对比，恩比德 21.4 分 12.6 篮板3助攻 0.9 抢断 1.8 盖帽，命中 43.5%, 防守效率 102, 奥尼尔 25.8 分 10 篮板 4.6 助攻 0.8 抢断 1.3 盖帽，命中率 60.8%,防守效率 111, 奥拉朱旺 29.2 分 11.3 篮板 2.9 助攻 1.3 抢断 4.3 盖帽，命中率 61.5%, 防守效率 102, 季后赛的数据奥拉朱旺也全面占优，数据极度全面，防守效率也跟恩比德同高。奥尼尔的进攻效率完压恩比德，恩比德命中率太低，所以季后赛数据仍是24岁的大梦 GT, 鲨鱼 GT, 恩比德24岁前的荣誉。恩比德一阵明星，以最佳新秀一阵，最佳二阵，以最佳二防，奥尼尔四次全明星，二得分王，二最佳三阵，一最佳二阵，以最佳二防，一最佳新秀，以最佳新秀一阵，奥拉朱旺三次全明星，以最佳新秀一阵，以最佳一阵，一最佳二阵，以最佳二防，一最佳一防。奥拉朱旺87年打了三个赛季就已经入选一防加一阵，完全压制了奥尼尔与恩比德。奥尼尔打了四年却没有一阵，虽然有得分王，但还是无法跟大梦的一阵加一防相比，最终还是大梦 GT, 奥尼尔 GT, 恩比德。综合上面的常规赛数据对比、季后赛数据对比、24岁前的荣誉对比，大梦都是最强的，所以大梦就是24岁前这三名中锋里最强的。恩比德虽然出色，但他的伤病隐患让他在成为巨星的道路上又很大的波澜。文言小白。